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阵地上，敌将士坚守不战，只用弓弩射住两翼即可。待众弩过后，敌势稍弱，我再射弩。子龙，快去布置。遵命。 正胜，我们且回去喝茶吧。好。储备，快快出城迎战！缩头乌龟，快快出城迎战！曹军所筑的樊城，乃是一座500多年的古城了。 在下曾经登城观景，看到城楼西角处长着一丛蒲扇大的灵芝，黑里透红，极为珍贵。难得，连年冰火，也不知那灵芝焚毁了没有。是啊，如果在的话，早晚取来泡茶，那可是。 军师，茶喝够了吗？都正午了，破敌之色抢出来了没有？曹仁隐阵名叫八门金锁阵，休、生、伤、度、景、死、惊、开。 八门，此阵本是孙兵所创古阵，经历代兵家发展，已有变化。阵中这座将台，名叫龙眼，就是后来所创。不过，曹仁只学得阵型阵法，却没有学得精髓。只需一员猛将，带500精甲，从东南生门杀入。 从正西井门杀出，此阵必破。我去。子龙啊，听说你一颗铁胆七尺长枪，出入万军丛中，犹如观鱼赏花，那就请你辛苦一趟，如何？末将领命。 徐庶，你是故意弃暗张翼德啊？哼，岂敢！待赵将军破阵后，张将军与关将军就可以随主公大举杀入。好，来人呐，在，取我战甲来。遵命。